首歌叫做《蘸酱歌》，就是代表我们阿美族那个民族呢，年轻人的生活。好，第一个动作是扫网。扫网。啊，扫网。扫网动作。第二个呢，就是女孩子到海边，那个捡贝类，就这样捡，放在你的篓子。哦，有一个鱼篓子在这里。对，篓子在你的左腰。是。好，再来第三个呢，男孩子就去设陷阱，做什么？打猎，不是打猎，打猎是用枪，他是用设陷阱去捕捉那个猎物这样子。好，动作是这样。好，再来第四个呢，女孩子、男孩子呢，都到我山上啊，藤溪，这也是我们最阿美族最好吃的佳肴，就这样抓着那个藤条之后呢，砍对，再来扯下来。好，这些佳肴有四种佳肴，对不对？非常好吃，老人家看见了呢，觉得这年轻人，我们的孩子呢，非常的认真。好，买了一些佳肴呢，怎么样？蘸酱吃，非常好吃。好吃的时候非常开心啊，就转圈，好，一样就太开心了啊，就来舞动这样子。老师，所以来重复一下，老师撒网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拿贝类，拿贝类。第三个是设陷阱。好，第四个呢？第四个藤溪往下引拉，好，再来蘸酱来吃，蘸酱来吃，很开心。好，大家一起来，可以吗？来到我的后面。好，来，大家都是，大家一起来，我们找一下唱的最厉害的，来送一下小纪念品。哪一个？哦，那个不能。对，亲爱的朋友，本南岛艺术中心现在正在展现的呢，就是我们在今天为明天的世界母语日，特别邀请到很棒的团队来到我们的现场做展演。我们待会呢会邀请到我们的楚英文化艺术团来到这边跟大家来展现自己天籁般的演出哦。好，等一下有上场的我们跳舞的朋友，我们会赠送我们的小灯笼给大家，请大家一起到我们来，很开心，蘸酱。好，撒陷阱咯，棒哦，来。朋友，不管小朋友也可以一起来跳哦。我们的公主啊，小公主也很厉害哦。耶呼！
们的来跳舞的朋友来。